是晚上你知道稍微温差大一点之类的，然后就够了，结果车牌号是多少？所以他们这个车牌号都没有在前面。对，这边是没有前面的，佛罗里达是没有前面的。你知道这个房间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，但是，哇，这个是床，这个有点好看，有一点，就是他们家整体的风格就是这种。现在十一他先去洗澡了，然后我在这儿蓬头垢面，头发也挺乱，在这录个 It's not like an update but 一件挺重要的事儿，就是我迪士尼的票买错了。你知道美国迪士尼有加州和奥兰多两个，然后我一直以为只要你是在美国，就是即使不管是哪个迪士尼，但是 I mean 就是只要你是在美国，不管哪个迪士尼都票价应该是一样的。 That's what I thought. Turns out it's not. 所以我下了加州迪士尼的那个 app， 然后在官网上买了加州迪士尼的票，然后等到要跟十一一起研究说查看那个 FastPass 的时候，然后发现我们俩地图为什么看着不一样，然后我才意识到是我的 App 用错了，然后那个票也是错的，然后我就又下了一个奥兰多的 App， 然后在奥兰多的 App 上买了票，就有了大概加币300多的额外支出吧。我就挺烦的，因为我本来给自己5天的预算，6天的预算差不多也就500块，包括 Universal 的门票，但不包括之前以为买好迪士尼的门票，所以现在看吃饭然后买纪念品什么的可能就挺要花挺省的吧，还是挺烦的。反正就今天早点睡，然后希望明天的好天气可以给我带来好心情吧。 I real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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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pe so。 嗯哼，闻到这个空气的味道，我老觉得好好看啊！我老觉得我自己在，我又回到古巴的感觉。我也觉得，什么东西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刚到，我们要去刚到外面，我们要去过安检，然后要坐船，然后要到 Magic Kingdom， 还要坐船？对。而且吧，做好事实的准备。而且吧，我觉得这里人
找它一个好处就是我就不用担心哦。好的，这是最大的。我们现在要排加勒比海盗，在上海要排可能一个小时的项目，这边只要排十分钟。我真的觉得你没有什么再可以期待的东西。然后还好我们这个玩好吗？这个吗？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能抢 fast pass 的地方，然后看能不能抢到 fast pass。其实蛮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吃？你请翻译快给我尝一下。咸啊！其实迷之咸的人就说好吃，有毒。感觉我还追不到这个落日，没有追到我的落日。这是我们要吃火鸡腿了。想想就很激动，现在已经到了吃一个火鸡腿都要排队的时候。这个呢就是迪士尼著名鼎鼎的火鸡腿，超大一个。上海迪士尼好像没有这个。对，然后一来这边都是要必吃的，然后我们两个人现在就分享这一个。那十七说他很咸，他不喜欢。十七你有什么感想？还吃多了其实还好。打脸真香真香。那今天晚上的烟花是一定要比上海好看，
虽然我没有看过上海，虽然我没有看过上海，但我觉得今天晚上樱花一定会比上海的好看。什么东西？今天的拍照技术依旧被十七吐槽了一天，就是这样，差不多。然后这个东西好像排了快二十分，没有二十分，没有十分钟，十分钟，是我累了。他一直很累，他昨天到现在一直都很累。他说他 app 上说的是排个四十分钟，对，四十五分钟差不多。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又在骗我，之前那个阿凡达，哦不对，是刚刚那个雪山的那个，雪山的那个骗我，他说排多久？60分钟吧。插句话，十七的口红在细腿上好好看。谢谢你不好看，是不是？你这话说的真的是不好听。然后那个雪山十七好像排了快。一个多小时了吧，反正就让我很气愤，还在暴晒之下，我觉得整个人都要黑一个色号了，好吗？而且我等会要补一下防晒霜，都没太阳了，补什么防晒？总之就这样，我再排排看。Have you ever had a great bird adventure before? We did! They're off down everywhere. Let's get it all the way to the back. Watch your step. Again, watch your step.所以呢，我们刚刚我漏说了几样东西。第一，
我们还做了一个去看野生动物的一个旅行 trip 吧，还蛮好看的。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火烈鸟呢，长颈鹿啊，对，还有长颈鹿，还有狮子啦，还有什么哦，还有鸵鸟，还有猴子啊，还有什么，反正就看到很多，很值得去。然后我们午饭很好吃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饭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在吃晚饭的路上录的这个视频，然后。不要哦，晚饭要吃一个中餐，终于能吃中。刚刚的吃一下。还没有。所以我们刚刚还做了一个就是水上的 ride， 还好问别人拿到了 free 的那个雨衣，要不然我们就湿透了。但是十七很聪明，带了一件防水的夹克，对，就是那一点。好了，我们要去吃饭，先不说了，吃完再说，拜拜。家等公交的，等公交哈喽，等 Uber， 妈耶！然后呢，我们去看了，吃完中餐去看了一个灯光秀，我觉得不怎么样，因为它就是很中，不是说中式的风格不好，但是它很中式，就是好像见过那种东西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在等 Uber， 然后回家。现在是8点，7点多还是8点多？早点回家。很依赖网的这位同学。那就回家再说吧，拜拜。脸就很肿。今天是我们要去环球影城的日子，脸很肿，而且我发现我只要尝试弄出双眼皮，然后太阳穴就会很疼。到的可能会比较早，哎，它9点钟才开园，但是我们还8点一刻。哦，车来了。我今天终于不困了。我昨天出门，我真的觉得我活在梦里。明明在 Universal Studio， 但是在和迪士尼买来的，同事奶送的牛奶，还有补钙。这是个啥？变形金刚。哦，我们现在先。我们在匆匆的赶去哈利波特的路上，但我觉得人应该也会很多的样子。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。两人迷失方向了。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，导致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，因为我还头疼。这为什么关了？我爱吃了。90度
垂直上升，然后又要转圈，要什么的，然后我们两个做了一个头腿一个胯腿，然后我们走的是 single right tunnel， 所以还很快，但是我们分开做了，但还好它其实上面可以选音乐，所以我可能就全神关注于音乐了吧。我没有，我从那个九十度就开始头腿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坐着缓一缓，然后然后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，反正明天还有个小绿等着我们，希望会好玩。我没有，我今天我很久以前的。不可以，明天一定要去越南小红，就一定要去小绿，他们说小绿很好玩，一定要去。好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下一站再见。一家 Iris 餐厅，对，然后呢我们点了一份Chicken Pot Pie， 然后还点了一份，哎呀我的项链怎么这副样子了，等一下，然后点了一份 Beef Stew， 然后还点了杯啤酒，觉得来 Irish Pub 应该就应该喝点酒，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喝。哦，我们前面还看了一个，我们做完小红之后去看了一个史瑞克的电影，哇，有一幕就是驴打喷嚏被喷了一口的一脸的水，太恶心了，这个感觉真的十分的 gross。在这儿等饭吃，对，我们吃完饭再说吧，拜拜。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一直得坐在前面，就是有一个架子，但是我觉得放个架子在中央真的太奇怪了。没有事，我们要吃饭了。散步，刚刚十七发了个酒疯，就是这样。没有，我并不是。我们现在吃完饭往外走了。基本上今天该玩的，我觉得都玩了，除了小黄人那个，但是小黄人没有看。但是三 D 电影，我真的觉得我这两天全在看三 D、四 D、五 D 电影，所以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遗憾了。其实，出来玩总要有点遗憾，这样才有动力下次继续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哦，来环球影城可以，哎，去迪士尼还是算了。迪士尼还有很多园没有玩，他居然不想去了，真的难以置信哎。哦对哦，但是不是说其他园不好玩吗？谁讲的？我们原来订的那个园就没有去呢。哪个 ？Hollywood Studio 啊。Hollywood Studio 里面有什么？也有玩的。什么啊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啊。但是那边有很多秀可以看，我觉得迪士尼看秀也很精彩。我现在看彩蛋。啊，好好看哦。是我们今天做的小红，我们明天要做他小伙伴小绿。我们没有，我们要。现在是10:19，我们排完了
Island of Adventure 里面哈利波特最应该玩的那个项目，然后现在在这个这应该是他们城，就是电影里城堡脚下的一个村子，然后这是这个村子里面他们经常去的一个酒吧，但是这个酒吧在现实里面不是，这个酒吧就这个地方要卖早饭，然后我们现在吃早饭，然后我本来想行，然后这个是这是我的，虽然我已经吃成这样，这是我的 traditional English breakfast， 我转过去你就自己拿着，然后呢这个看上去相当健康的呢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还有个这个，啊，这是 pumpkin juice， 嗯，十分浓郁的 spicy 的味道。然后这个点的是 porridge breakfast， 就是这样。啊，湿气的牛奶，牛奶啊，在这儿。然后我们吃完，雅轩在这个村子里再逛一逛，然后再往回走，因为感觉有只鸟，感觉回去的那个路上可以拍照、可以玩的地方比较多，所以就啥意思？你这啥意思啊？所以。觉得在来路上你把拍照地点都已经看好了，那必须，你要有一个说发现美的眼睛，所以我就继续吃早饭
昨天我11点快12点到的家吧，然后到家之后因为怕溃疡好不了这件事情，我就很早就直接睡了，不是很早。然后我觉得这次的 vlog 应该缺一个结尾，所以我想再说明一下。嗯 yeah。我觉得这次旅行总体来说挺好的，除了我自己不太喜欢人特别多的地方，但是你这个时间去环球影城去迪士尼怎么可能不挤。 So 那些 3D 4D ride 过山车什么的，还有什么秀啊那种，给我的印象都挺好的，然后跟整天的相处也很愉快，虽然有那么一点小摩擦，但是我觉得只是因为我们俩也算挺久没有在现实里见到面吧。然后我觉得有些习惯就是你只有在现实里见到面才能表现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正常的。要开学了，希望下次圣诞、下次暑假、下次还有机会一起出去玩。我要去上班，我要去上班了，就先这样吧，拜拜。